主持人陈卢秘书长李副总统蔡部长在座的各位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今天个人非常荣幸呢能够接受这个邀请呢来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会议的哈，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呢是写得非常好，因为已经到了应该去重视国家安全的这个时机了哈。那当然，刚才这个蔡部长我的提到台湾以来他与区域安全的合作了，我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不同意的地方哈。他提出了很多的宝贵的这个意见，而且他有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呢，曾经带领我们国防部啊。这个来从事这个军事的这个改革哈，那他尤其他在针对台日美这三边的这安全合作，提出了七项的这具体的建议，然后对两岸的这个部际跟维系的处理啊，提出了四项的这具体的建议啊，都是这个一针见血的哈。那当然，他的这个主题是台湾以亚太区域安全合作。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然知道台湾在参与这个区域的这个安全合作啊，它的主要的限制或是主要的挑战呢、当然是来自中国的可能的反对了哈。那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的合作了哈，我们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第一轨的这个区域的安全组织啊，我们完全被排除在外，顶多可以参加的是说第一轨跟第二轨并存的，像香格里拉对话会，我们我们台湾呢有一些专家以个人的身份去参加，不然就是第二轨的，像第二轨的这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我们也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为我们不能够用国家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去参加啊。那像这个处理南海潜艇冲突研讨会啊，我们所管的是比较有机会去参与，但这个都是第二轨的哈。那这个第一轨我们完全被排除在外了哈。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在当然在参与这个亚太区域安全合作这一方面呢、可能要先把它做一个区分啊，就是哪一些是比较容易，哪一些是比较困难的，那再把它分成就是说多边的、双边的，那多边的还有就是第一轨的1.5轨啊、第二轨等等这些了哈。那当然参加这个多的双边的合作，我是觉得比这个多边的要容易一点点的哈，而且时机非常重要啊。比如说了啊，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刚才蔡部长提到跟日本之间的合作，日本在1990年代啊，这个对中国有很多的这期待啊，所以在1990年代要跟这个台湾的合作，它是有很多的戒心，而且这个对台湾的这个不过这个了解的话，我曾经去对李前总统啊这个访谈了2.5小时啊，我那时候请教李前总统说，在他执政的那一段时间，他曾经有没有期待跟日本在安全合作上能够有突破？对，李前总统说他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跟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是会有突破的。那我也去访谈了这个日本的这个交流协会的观念，他说1990年代啊，他们觉得他们丧失了很多的时机啊，就是在跟台湾安全合作这一方面呢、他们太胆小啊，太保守，所以丧失了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时机。所以我是觉得呢，从这个我个人跟这些人的这个访谈或是接触的过程中里面，我觉得时机非常重要。比如说了哈。这个现在安倍的政府对跟台湾之间的安全合作，他是有这个意愿，也愿意去做的。那但是我们有没有掌握这个时机啊？那要做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顾虑到这日本他可能敏感性啊，我们可能就是可以从比如说广义的从安全的合作，可以把它分成广义的安全合作跟这个就是比较狭义的这个安全合作。比如说我们如果今天这个假设我们提出来是跟日本之间的合作是有关网络安全的合作，我相信日本会很兴趣，因为就去年我们跟日本的这个
防卫研究所的哈，然后这个日本外务省的这个驻沪总监举办的所谓民间的第二轮的安全对话的时候，那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双方都要提出来哪些领域是双方可以进一步的合作。刚刚我们台湾所提出来很多了哈。我们台湾提出来，包括就是可以不可以卖武器给我们的哈，可以不可以在国防科技这一方面转移给我们？日本在这一方面呢，这个还是很保守，但是他们所提出来唯一一项的这个建议，说双方可以做的就是网络安全合作。那如果把网络安全的合作也当成是一种安全，那当然就是这一方面他们提出来就表示他们有意愿。比如说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合作，当然军方的合作这个没有公开的我相信是非常多了啊。但是比如说我们如果投美国所好，在这个反恐上的合作，我们跟美国已经就有相当程度的反恐的合作了，像这个 PSI CSI 的这个问题我们合作了。反恐这一方面，这也是美国所要的。那如果反恐是一个广义的安全合作，那我相信我们在这一方面一定可以跟这个对方来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关键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个别国家之间的双边的合作，要投人家所好。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打击海盗了哈，这个蔡部长也提到了哈，像人口贩运这一方面，跨国游子这个犯罪，或是毒品的走私这一方面呢，我们如果跟70国家来合作，这一方面的敏感性是比较低的。但是从这个敏感性比较低的这个范畴议题上来合作的话，基本上可以这个建立彼此之间的互信。从这些这个比较敏感性比较低的议题去进行合作的话，可以增加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往来，然后主法人员之间的这个彼此的这个认识了解。我觉得这个从这一方面来讲，从这些来讲，我想是这个非常的也可以这个点点滴滴去累积的哈。那今天我们这个对安全这一方面区域合作，或是说我们这个面临来自对岸的这个威胁这一方面呢，我们有很多些地方要做的，这个像蔡部长所提出来很多的这个好的个建议啊，加入 TPP 啊，然后这个潜艇的这个问题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民进党再度执政的时候就要下定决心。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你就要下定决心，因为像这个加入 TPP， 我想国内会有因为这个特别的预算呢、在立法院一直没有办法通过，所以丧失了这个时机。我为了这个事情来问了这个美国国安队的官员 Michael Green， 我说你们不做这个传统动力的潜艇呢、你们承诺要卖八艘潜舰给我们，潜舰从哪里来啊？ Michael Green 那时候还跟我讲，我们做的承诺，我们就会 believe 我们这个 promise， 但是很可惜，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经费了。那现在看起来，美国在我们这个在卖给我们这个潜舰这一方面，它已经有保留了。但是这个时候，民进党再度执政的时候，我觉得潜艇非常重要，潜艇你就要下定决心。那你就这个你如果潜艇在国内来建造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会引起世界的这个军火商来这个禁止台湾这个 project， 那这个会给美国的这个压力。那我曾经想过，我在1990年代的时候曾经跟李前总统讲这个建议过，我们可以不可以从俄罗斯引进他们的这个军事科技的人才了哈。1990年代是苏联刚瓦解以后，俄罗斯很多的这些这个国防科技的专家是流离失所的哈。但是，时间到了，再给我6分钟。但是我们那时候李总统就有一点顾虑，就是来自美国可能的这个反对。那今天我们面临日本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如果说我们要建造这个潜艇，或是我们要发展新的武器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引进日本已经退休的这个军事科技人才？这个方面是不是有这个可能？那这个也当然应该去做啊，我这个提出了这些了哈。那么到最后你要化解内部的阻力，不管你加入 TPP 了，或是这个潜舰这个国造的这个问题了，或是研发先进的这个武器啊，你都要化解内部的。我都深表赞同了。
那也谢谢你到非常多哈。最后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换意见，谢谢大家。非常谢谢我们那个林院长来跟我们做一些说明跟一些建议的。就是就有关国防安全的那第一部分哈、以年人的发表，那已经也发表，评论也讲了非常评论的很多的一个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各位与会的各位贵宾的，那针对这个部分就是国防安全国防。不好的安全啊，吼、啊！法国政府有咧讲，也来区域合作，加强甲美国、甲日本的安全咧，建立一些互信的机制，以甲咱做真侪说明以外，咱林教授嘛，甲咱个做一寡真好的补充，讲咱来多边的甲单边的有一寡较无争议的物件来合作吼，甲外国来做一寡合作咧，取得彼此之间的一个信任、信任咧，下面的特别请咱在座各位贵宾的针对因的人，好、讲一个问题。有时间，总三个拢讲完了，好，来好。我等着咱三个拢讲完了啦，咱再来请咱各位贵宾的来提出咱的看法哈。第二部分呢，就是国防政策检讨。我等来请。咱这个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跟战略研究所教授的。那陈教授来帮我们来做演讲，好吧？谢谢陈教授，坐在这儿，谢谢。各位先进，大家好。